大家好，星期二得道，今日是2022年8月14日，今日是星期日。我们这节呢先跟大家讲一节呢，就是叫做跟苹果日报相关的新闻。这个呢叫做台湾的苹果。台湾的苹果呢爆发了一场呢交易风波。这个呢就是黎智英的得力助手，叫做 Mark Simon。Mark Simon 呢需要控告呢台湾苹果的负责人，控告他呢就是叫做背信罪。这条罪名呢就是我们的香港呢就没有相类似的罪行，只有呢相类似的概念而已。简单来说，他说这个台湾的苹果负责人在未经到呢一传媒整个集团的同意，居然擅自放售呢就是台湾的苹果，亦都包括呢就是台湾苹果的资产，亦都呢就是将它就卖出来。好了，用普通法的角度来讲，这个呢你可以说亦都是叫做背信，叫做呢违反的信托，叫做呢 Breach of Trust。当中的信托呢就讲紧不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呢真实的信托成立了，跟着违反的信托才叫做呢就是违反信托。讲紧的呢就是这样的情况了，就是你相信的人，例如上司下属做出呢就是偷窃的行为。举个例子，你请的下属是做会计的，你的会计穿你的柜桶底，那么呢我们一般呢都会叫呢就叫做违反诚信。英文呢都叫做呢就是 Breach of Trust。相同的概念和这个背信罪都相类似。到底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就是跟大家一起研究。好，继续研究之前，请大家继续支持六部曲，记得节目按 like， 用社交媒体 share 我们的节目，继续建设性留言，痛击五毛，痛击蓝丝，继续开 Google 户口订阅我们的频道星期二得到、星期二日报，还有后备频道星期二新闻集团。好了，作为一个呢小型的媒體，跟就是報章雜誌一樣，希望大家經濟能力許可，訂閱我們的Patreon支持我們。同一時間我們會繼續運用免費模式繼續經營，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打開節目清單欣賞播放，手動點擊無限碌大發。最近呢黃標多得非常厲害，幾乎我們所有的新聞全部都是黃標，而剩下的星期二得到節目呢絕大多數可能有一半以上都是黃標，所以黃標已經去到非常令人髮指了，其實但是都沒辦法，只能夠繼續做下去。所以希望大家確切就是打開節目清單，節目清單是沒有黃標的節目來的，希望大家就是打開欣賞播放了。好了，雖然 Pine 幣呢就不值錢，不過大家安裝了就記得繼續按閃電掣了，我們繼續坐下先，繼續觀望一下，距離用加密幣去經營呢就是差了大概108,000里左右，沒有辦法，是一個嘗試，有嘗試不代表一定會成功，我們暫時繼續觀望下去了。一傳媒的創辦人黎智英先生呢就是在香港說他呢違反國安法呢就是一直呢就是被拘捕，到現在依然呢就還是未被獲釋。與此同時呢，台灣的蘋果呢又發生這樣的交易風波，現在呢個真相開始明朗化了，原來呢現在是有人呢涉嫌背著蘋果的股東，即是香港的公司，將呢台灣的蘋果呢就是出售，似乎呢整件事呢越來越接近真相。我們一會兒才再評論下去，繼續講埋個內容先。這個呢就是叫做一傳媒創辦人的助手 Mark Simon 呢就是代表香港的一傳媒，還有呢就是主要股東，在台灣地區呢就是正式將這個呢控告狀呢就是交給這個台灣的蘋果代表，蘋果代表呢叫做葉一堅。除此之外呢還有台灣的蘋果新聞網的執行長叫做吳玉愛，還有呢就是財務長叫做岑讚欽。好了，控告他們的罪名呢說他們是涉嫌非法出售呢
就係台灣嘅蘋果，俾呢個咧叫做黃浩，仲有咧叫做潘傑賢。咁就話佢哋咧係等於合謀咧侵吞呢一個咧香港一傳媒公司嘅股東權利，亦都同一時間咧就係叫做控告佢哋咧背信罪。嗱，講起黃浩咧，我哋喺好耐好耐之前咧就已經喺呢個節目咧嚇，當時仲未爆發2019年嘅反送中運動啊。咁啊，當時咧我哋有留意到咧呢個叫做黃浩嘅人咧，就係嘗試將《蘋果日報》入邊裏邊嘅一傳媒啊一周刊咧，就係嘗試收購。嗱，從種種跡象睇起上嚟咧，你都見到由始至終都有一個脈絡嚇，就係咧想將呢一個一傳媒咧就係收皮。咁啊，而家去到啦，黎智英即係喺監房入邊，居然咧台灣爆發呢個風波嚇，原來咧係牽涉咧就係背信罪嚇，你又可以見到咧，其實中共代理人咧嘅手影咧係相當之厲害嚇，喺每個層面嚇都動用咧佢哋最大嘅武器嚇，最大嘅武器就叫做人民幣啦嚇，不要睇小人民幣的力量。嗱咁啊，再一次咧就係動用大量嘅人民幣。嗱，到底係咪真係動用咗大量人民幣咧？嗱，睇翻呢個案件個案情入邊咧，又似乎係，又似乎唔係。嗱，事發嘅時候咧係今年嘅六月。今年嘅六月咧，台灣分公司嘅代表咧葉一堅等人咧就係忽然之間宣稱咧，就係台灣嘅《蘋果日報》、《蘋果新聞網》咧就係正式咧完成出售，係由呢個咧叫做香港商人喎。嗱，呢個一定唔係香港商人嚟嘅，呢個叫做黃浩。咁啊，仲有個叫做17Life嘅創辦人叫做咧潘傑賢啊，就係收購咧呢一個咧就係台灣嘅蘋果。好啦，即時咧引起呢個風波咧，就係香港一傳媒公司嘅清盤官就係立即咧就係發聲明否定咧，就係有同意咧就係將呢一個台灣嘅蘋果新聞網係發售。嗱，簡單啲嚟講，香港嘅一傳媒集團遭受咧就係國安法攻擊，跟住咧要強制咧將佢咧就清盤。嗱，同一時間有人趁混亂，趁呢一個時間咧，就係話將台灣嘅公司咧，就係拎佢咧就賣盤嚇，而想收購佢嘅人啦嚇，呢一班人咧一直以嚟咧都想收購咧，就係香港一傳媒集團嘅業務嗱，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成件事個手影嗱，呢個世界我哋可以100%向全香港人保證，呢個世界咧唔會有人咧想拎錢出嚟買一個傳媒集團噶啦。會想買《蘋果日報》咧，其實得一個 parties 會咁做嘅啫。嚇，嗰個 parties 就叫做咧中國共產黨。嚇，除咗中共想買起一傳媒之外，嚇佢當然唔係因為欣賞佢嘅業務啦。嚇，買起一傳媒係因為要控制佢嘅言論，就好似而家咁。嗱，咁所以其實你係好清楚嘅，會用錢話想買一傳媒嘅人，一定背後同中共係有關嘅。其實嚇，呢個世界上邊咧，幾乎冇一個國家嚇，我諗真係除咗美國之外，唔會有一個國家咧想用錢去買一個媒體嘅。其實而家嚇呢個所謂主流傳媒咧，紙媒啊，又或者大氣電波等等啊，又或者電視台咧，其實咧而家喺新世代嘅世界入邊咧，已經淪為咧就係舊產物嚟噶啦。嗱，換句話講啦，好似 TVB 咁，佢哋唔係賺緊錢噶，佢哋好大程度上其實係蝕緊錢。嗱，你話點會有好大嘅資金要去買斷佢，去做一個即係日落嘅生意咧？嚇，其實冇嘅嚇，除咗要你收聲之外，係冇任何咁樣嘅理由要去買一個咧，即係咁樣嘅傳媒嘅。其實嗱，趁住黎智英喺香港咧就係被關押嘅時候，呢個時候咧就係。正當香港一傳媒集團要預備清盤嘅時候啦，啊呢個時候咧就爆發咧今次呢件事。咁啊咩原因呢？咁啊 Mark Simon 咧嗰個告發狀裏邊咧亦都有講到啊，就係講緊咧就係葉一堅，仲有吳玉愛，仲有咧就係岑讚音啊，佢哋咧就係忽然之間咧就喺台灣啊大量咧解僱咧就公司嘅員工，咁咧就將公司嘅員工咧全部轉移咧。去新入手嘅呢一個公司上邊，咁似乎咧佢哋本身咧
就係將呢一個咧一傳媒集團出售嘅時候咧，亦都作為咧就係交換條件，咁咧就去換咧自己能夠咧喺新公司嗰度咧就係新居咧就要職。嗱，成件事咧令人諗起咧就係梁振英嘅交易喎。嗱，梁振英又係咁樣樣，嚇裏邊所謂咧就係做咗一場交易，跟住咧就換咗咧自己嘅利益翻嚟。所以咧，今次呢個案件咧，台灣呢個案件咧，嚇，似乎按照 Mark Simon 嗰個控告狀所講咧，就係有人咧打算私吞咧，就係台灣嘅財產，嚇，私自將佢出售咧，就用嚟換取咧自己嘅利益。咁啊，特別係咧三個台灣一傳媒集團嘅主事人啦，啊，就係頭先所講三個啦，啊，用緊咧公司的資源去換取咧佢哋自己喺新公司的職位，啊，咁呢樣嘢咧就會違反咧台灣法律，啊，違反咧台灣呢個背信罪，啊，仲有咧有機會觸犯呢個台灣嘅叫做洗錢防制法。好啦，咁啊事實上咧，即係由香港嘅國安法啊，再去到咧台灣嘅一傳媒出售，你都可以見到咧，就係呢一個中共嘅手影喺背後，啊，要將成個一傳媒集團咧就係連根拔起。我哋好早嗰陣時咧，都做過一啲分析咧，就係假如果一傳媒集團咧，將佢嗰個新聞重心啊轉移，真係去咗台灣嘅話，咁啊無論香港發生咩大事都好，嗱理論上咧，一傳媒集團咧對於世界上邊香港人嗰影響力咧，其實係繼續咧就存在。嗱咁好明顯咧，亦都有人咧就係睇中咗呢一樣嘢，嚇睇通咗呢一點。所以咧，無論如何都要將喺台灣嘅一傳媒咧，就係弄到手為止。所以咧，我哋相信咧，呢個就係背後爆發今次呢個事件嘅原因。好啦，咁呢件事到底仲有冇後續咧？我哋相信咧一定有，亦都相信咧會有更加多嘅證據啊，更加多嘅內情咧，就可能會爆發爆出嚟都唔定。嗱，咁我哋今節暫時同大家咧講到呢度先，我哋會有機會再同大家咧跟進相關嘅報導。到時再同大家詳細分析。好，我哋呢節同大家分析到呢度，拜拜。